家好，我是波皮，今天要带来就是布兰妮小甜甜布兰妮最新的单曲 Pretty Girls 爆表正妹的仿妆。像今天的仿妆呢 ，Poppy 我就是参考他这个单曲封面，然后还有 MV 里面的这一套穿着粉红色削肩上衣的这个造型，就是稍微有一点复古，有点80年代的感觉，但其实我是觉得有一点复古之中的可爱。那像今天的教学里面呢，因为我会希望尽量跟他本人的样子看起来像一点，所以说化妆的手法会稍微比较强烈夸张一点点。还请各位就是看的时候不要被吓到，最后我会变成布兰妮 ，OK？ OK， 好，那第一步呢，我要用的是比较浅色的粉底产品，那就是我这次是用气垫粉饼，但其实是都 OK 的，用比较浅色的粉底啊，拍在鼻梁、额头，还有苹果肌的地方。那我等一下还会再拍开。接下来呢，要使用比我平常肤色深一些的这个粉底液呢，然后还有就是有点古铜色的这个，算是珠光的混合剂吧，然后大概以3:1的比例去混合。像这样比较深的色号呢，就是上在鼻梁的两侧，然后像眼窝的地方，还有像额头侧边。脸颊侧边，也就是说其实是除了刚才打亮以外的其他地方都是上深色的。下来呢，稍微遮一下黑眼圈跟痘疤。那遮瑕的最主要的技巧呢，就是动作要轻，就这么简单的。接下来是个非常重要的步骤，就是修容，因为其实最近的美国女星她们修容修的都还蛮重的，像是眼窝这一块是一个很大的重点，顺着这边的这一个圆弧形刷下来就可以了。然后像布兰妮她是山根比较宽，但是鼻尖比较窄，所以呢，我今天也要把这个部分稍微修一下。然后下巴这个点点呢，算是加码的，因为我观察到她的 MV 就是有时候有这个凹陷处，有时候又没有，所以说加一下好了。小面积修完以后呢，我们就要进行大面积的修容了。那其实像他们在这一块都会修容修的蛮多，那就是稍微微笑一下，刷在笑肌的下方，这样就可以了。在相同的位置呢，刷上蜜桃色，像这样有点蜜桃色的腮红，其实也很适合皮肤比较黑的女生。接下来呢，要定点打亮，所以说要用这种粉紫色，然后有偏光霜状的产品来打亮，比方说山根的顶端，然后还有苹果肌最亮的地方。那今天比较特别的是，因为眼型的关系，所以说呢，我要先从画眼线开始，才去画眉毛跟眼影。因为布兰妮她本身的特色呢，就是又大又下垂的眼睛嘛，所以说我在这边呢，把我的眼线往下画，然后这个请各位不用担心，前面填满后。画下来以后呢，就是再从这边眼尾去画下眼线过来，画到眼中的位置就可以了。接着用白色的眼线笔填在刚刚这个留白的地方，还有下眼睑，下眼睑呢不是内眼吗？下眼睑是白色的。接着眼影的部分呢，我选的是这种灰棕色，先使用米白色打亮在上眼皮。还有刷在下眼卧蚕的地方。接下来这个步骤呢，看起来会有一点夸张，但是待会它就会变得没那么夸张，所以请大家冷静。就是我现在要画的是眼窝的部分，然后我选的其实是比较深的眼影颜色，然后我以比较直的线条先去勾勒出它的位置，
为这样子位置才不会偏掉。高落好以后呢，我再来从这边延伸下来画下眼影。那刚才是用深灰色嘛，然后我们现在就是用一般正常的棕色，在这个眼窝线的地方稍微晕染一下，下眼影的部分也是一样稍微晕染一下，接着使用刚才晕染的那个棕色呢来画眉毛。画的时候先从眉尾开始，它眉尾没有延伸的很长，但是画的很细，然后眉峰会画的比较高一点点，前晕染一点点，然后眉头的部分呢是从下方开始画，因为这样眉压眼的感觉轮廓会看起来比较深。然后呢再把眉骨跟卧蚕再打两次，接着要来刷下睫毛了。那我是先习惯先刷一层打，然后呢再刷一层浓密的睫毛膏。然后呢我们要来贴上超浓密的眼尾加长的假睫毛。在贴假睫毛的时候啊，一样是靠近眼尾的地方，眼尾固定好了以后再去调整眼中跟眼头，然后今天我们尽量让它不要那么卷翘，让它有下垂的效果。最后呢擦上芭比粉红的唇膏，就大功告成咯。好，那像这样子呢就是妆容的部分就完成了，然后我要去换个妆，稍微整理一下头发，这样子才会看起来更像吧，对不对？今天使用的所有商品在我的个人网站上面都有详细的介绍哦。就完妆了，就是说呢我本身还有换上他这个一模一样的这个就是削肩的小背心，还有这个一模一样的这个吊带吗还是什么的，对，然后还有重点是我还请七一先生帮我特制了一个这个有没有鳄鱼蚊香耳环，有没有？我真的觉得你们要去看 MV， 要去看封面，鳄鱼蚊香耳环就戴在他耳朵上。就是说呢除了就是你知道仿妆可以让自己得到乐趣以外，就是呢大家也可以去参考这次布兰妮她这个爆表正妹 Pretty Girls 的这一个怎么说呢，就是这个 MV， 然后你呢可以用 MV 里面的剧情啊，或者是妆容啊、造型等等这些所有的元素去发想，然后拍摄影片上传到他们官方的 Facebook App 平台的话呢，点击最多的人就可以跟我一起免费去 Las Vegas， 也就是赌城看布兰妮的演唱会哦。然后还有就是说呢，就是跟布兰妮这一次搭配合唱爆表这枚 Iggy 的话，她的仿妆我之前已经有画过了。那还有就是说今天呢，如果你对任何彩妆或是今天使用的产品、今天使用的化妆的步骤等等呢，如果你有更多的疑问的话，都欢迎上我的个人网站上面去看，那上面都有非常非常多非常完整的资讯可以参考。然后呢最后哦哟哟哟啊，又开始舔我。好，反正呢就是要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如果要接收更多彩妆资讯的话，订阅我们的频道。 OK， 好，拜拜。